为什么突然间沉默？他在寻找一个开始的契机。你这开着了没有啊？开着了呀。那你开始录吧。大家好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的《塑料小人的三种天发》啊，我是编导。那么今天呢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的《塑料小人的三种天发》，我是编导。虽然有点感冒，声音不太好。那今天我们收到了一对奇葩的手办，具体是什么呢？我们就拿来看一下。啊，就是这个。怎么样，盒子大不大？然后当当，巨大巨大。喏，你看，哎，真的可以放住啊，它其实不需要。哎，而且它能接受极地震呢，它也摇一摇走，这是为什么要这么摇一摇？好，四级地震问。哦，不行不行，四级地震不行。我们先首先来给大家比较一下，比较一下啊，比较一下这个的和其他手办的这个大小。你这个手办好像是。好，首先是这个。这是手办，寻卢卡的这个。不是有没有最近有代表性一点的这种？他们一下能想象出大小的这种。这个是肥姑妈，肥姑妈统一大小都是这样，12/12的，12/12的肥姑妈啊，对比就是这么个大小比例啊，连她的手指都不到。然后这边是那个粘土人啊。粘土啊，夏娜的粘土，这个粘土人有点大啊，大家可以看到了啊，夏娜的粘土人，比较这么大。好，再接下来是初音啊，这个初音应该是就像个什么十分之一的吧，等比手办啊，可能是1/10/8。啊，就是这么个比例，好，总算比那个手指高了，是没有手指粗啊。然后这边再最后一个，这是1/6的那个魔力电动娘，那大家可以看，当然它是个柜子，如果它站起来的话，应该有这么高，还是比它低。好了，那么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做工。哇，做工好像其实没有什么好看的，因为是说它不好看吗？还是说它不精致啊？我觉得还它就这么几个元素，它能我这么远看过去，它还是很光滑的呀。光滑是蛮光滑的，非常的均匀，这个没有问题。这个光滑度已经算是不错的了。但是没有让人撸的欲望。为什么？你把它翻过来都是背影的话，你觉得怎么？哎，你说能有撸的欲望吗？不要这个角度，不要这个角度。群体都是这样子的。你翻过来变成背影吗？背影撸毛啊？好像也没有。哇，他们的身体不是一样的吗？大家可以看看啊，我觉得做的最精细就这手了。哇，这手简直了，这一个个指关节的这些，有点奇怪，好像中指。这个倒是非常的还原啊，还原了他那个动画里的这个表现。那我们看看他有什么可以用的，可以有什么用？他具体能有什么用呢？当手机支架用。那我感觉好像可以当手机支架。你敢放在上面吗？四级地震的。我试试看。四级地震，电脑的手机，它很配啊。你跟长生公主吗？可以。哇，好危险！哎呦呦呦呦！好，成功！好，好，这是 PP 买哈，
PP 美成功了，真的是 PP 美，谢谢。靠谱自信还行，哎，也可以，也可以，可以，也可以这么。哎，他好像不是很，他好像不行，有点危险。好吧，这个，这就事实证明脸长有脸长的好处。脸长，重心高，比较平稳，他重心比较往后，还可以。职场减压，就你可以让编导感受一下，就抱着他的头摸几下，然后问他心情有什么变化。减压，你摸摸他。你叫我是不是有一种禅意？我靠，是不是有一种修禅的感觉？你要想象自己是个小姐姐，住在那种猫咖里面撸猫的那种感觉。啊，想象自己是个小，这叫编导能想象。人家你打完就往他头上撸吗？太过分了。不是，说不定他能治疗感冒。好了，然后你静静的体会，深呼吸。哎，我神经病啊！我跑猫咖里面，我撸这玩意儿，我不撸猫。那你现在心境有什么变化啊？你觉得？心境有一种变化，嗯，对于自己的变态感觉更加的感觉进化。好，那么这边啊，我们的双城小伙伴给的建议是拿着这个做减压，这样子撸，防熊孩子。我想到一个。什么？不是那个吗？你们不是宅男最怕什么？宅男最怕熊孩子呀。哦，你就一定要把务必要把这两个放在孩子够得到的地方，然后你要想象一下什么，就是当他们拿着这个破布子和媲美在那儿玩的时候，他们的爸妈闯进你的房间，看到他们的孩子正在玩他们的那一瞬间，他们的心情是什么样的？那接下来你不就是，他就这样子，爸妈，爸不是挂横幅。其实我觉得这个 pose 媲美两个手指之间，比如说你可以。画一张横幅，然后在上面可以写上自己的格言警句，比如说像我的话，我会在床头放一个，然后写个一日之计在于晨，这样子每天。我给编导也想好了，编导就在床头上放一个 pop 子，然后 pop 子上面就写，你今天还要看搞笑图片吗？哎，怎么了？我看搞笑图片怎么了？我简直了，看看做美甲还有吗？美甲练习当门神人吗？那么今天这个 Pop 子和 PP 美的这样一个实用测评，咱们差不多就到这里。咱们这边工作组的小伙伴呢，这个想象力还是比较的有限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么可以开发想象力啊！啊，开发想象力啊，让大家去好好想想啊，这个 Pop 子和 PP 美到底还有更多什么样的其他玩法、用法呢？那么希望大家在评论和留言区啊，还有弹幕里，这我觉得完全可以。如果你不喜欢你的老板。